诸神之战，我们的职业是隐蔽者，之前我们经常见过他的技能，就是可以瞬间让所有人变成小黑人，从而隐藏所有的内鬼。我们开局这样来一波呀，首先转到管理室的后面，然后看没有人呢，开启小黑人以后，我们从风管进入管理室，来一波手刀。好的，跳进去，哇，里面有人被刀了。哎，这谁呀？我怎么刀不了呀？难道他是我们的队友？好的，有人报告了，刀你直接小黑人报告，按理说不能报告的，除非他已经确认谁是内鬼了。他说他知道是谁干的，说是小人，他说嘉轩是坏小人。嘉轩反驳说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啊！刀我让赌怪赌一下坏小人。然后我突然发现，好家伙，还真把他给赌了，他才活到2岁就被干掉了，真是一个惨呐、啊！我们的队友曹先生说抱歉呀、啊，他已经投了刀你了，一上来就投的，这不明摆着让大家怀疑吗？既然没事了，我们就弃票吧，这轮也算是一换一了，我们损失了一个队友，换了一个船员，而且通过投票数量还发现了谁是市长，应该是孤。等会我们想办法把他给刀了。哎，他的市长票数呢，对我们的威胁太大了。两个粉皮跟我们转头去其他方向，小心被他们刀了。趁着现在灯光还没修好，我们找个地方等一下冷却时间。啊，修好了，那我们就把大门全关闭，继续等时间。不知道门后有几个人，我们往船头方向走吧，给我们预留一些缓冲的时间。等会门开了，我们就使用小黑人技能。好，现在大门打开了，我们使用小黑人技能，然后立马回头。哎，这谁把米色给刀了？我也没看到是谁啊，有点危险呀、啊！赶紧绕到下面，下面有没有人？哎，好啊，我们看到了，再见了啊！原来是个潜粉，好，快跑！小黑人解除了，待在垃圾出口，赶紧把灯光给破坏掉，防止别人看到我们。我们现在就跑吧，去隔壁的通讯室待一会儿，哎，等待有人报告。好了，有人报告了，看看这轮发生了什么呀？哇，怎么没了4个？我们的队友也无了，市长也被干掉了，这到底发生了什么呀？两轮下来还剩6个人，感觉还是有豺狼的，把我们的队友曹先生给干掉了。刀我说在餐厅，他说当时太黑了。刀你说在现场有刀我，让我访问，还有他自己，一天天的说他是灵媒，让我访问说他自己是通灵师。刀刀问我们是什么身份，我们就说是保安。问一下刀刀在哪啊？刀刀反问我们分管刀了吗？没时间了，我们弃票吧，感觉刀刀还是有问题的，等会找机会把他给刀了。趁着灯光没被修好，我们去凑个热闹吧。顺路去一下配电室，等待一下冷却时间。啊，刀刀又往床尾跑了，那我们就回到食堂待着。刀你再一直跟着我们，我们暂时不用害怕。我觉得他应该不是警长，先冷静一下。等会我们找个人群冲进去，然后开启小黑人，把他给刀了。这管理室突然人就多了，我们假装来打个卡。哎，离开的瞬间呢，我们开启小黑人，回头转两圈，应该不知道我在哪了吧？哇，这里面居然还有豺狼，直接刀掉。好家伙，这是我没有想到的，里面的豺狼居然先下手了，这下给我整的不会了。刀我直接小黑人报告，诬陷他知道自爆，他俩怎么这么确定是我们呢？刀刀说他是警长，他要去刀我们。刀你感觉我们是豺狼，但他没有证据。我说当时正在往外跑，出刀我吧。投票投票，不知道跟班是谁呀、啊？等会再招募就完蛋了。刀刀还想刀我们，你觉得他能追上我们吧？我们把上引擎的大门给关了，刀刀你就老老实实的待在里面吧。我们去转一圈，去船头看看，另外两个人好像在船头啊。我们跳入风管，从下面看看，好像没有人。哎，继续走去护盾室，也没有啊。那我们去食堂看看。哎呀，坏了坏了坏了，他们拍灯了。刀我想要票我们，我们说已经有两个豺狼了，你票我有什么用啊？刀我以为控票了啊，他们可能以为我是豺狼，那就快弃票吧。这时候刀刀说想要和我们一起赢，我没想到的是刀你突然就没了，原来他一直就是个赌怪，刚刚听到我们以为控票了，赌我们是豺狼，应该是这样的。刀刀说他要招募我，看来我们别无选择了，要么被票着去，要么被他招募。他说要和我们一起赢，我问一下他的招募是多少秒呀？他说不知道，让我们别刀他。你不是已经是豺狼了吗？为什么不知道呢？我觉得很奇怪呀。但他又没有票我们，之前还在说他是警长想要刀我们，现在突然改口说自己是豺狼想招募我们。行吧，那你来招募我吧，我认输了好吧。没想到他们俩居然没有怀疑到你，早知道我就报警长的职业了。你快点招募吧，等会反对就炸了，一旦我们的阵营变成了豺狼，我们都要输了。坏了坏了，我怎么感觉反对要炸了呢？没有人去修呀，要不我们先去修了。看一下反对还剩几秒了，还剩12秒了。叨叨对不起了，我要出卖你了，我不打算从这个洞口出去了。这轮就算你赢了好吧，但是我不能背叛我之前的队友啊，希望你能理解，下次也不要轻易相信别人的话了。好了，反应堆爆炸了，这局实际上是豺狼获胜了，社长从此以后呢更加没有什么信誉可言了。